才开始问哦。他是主要的工，主要的事业是做 KTV 的八大行业里面。八大行业，其中之一。好，可以去唱歌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今天可以跟他认识。好，那这个郭大哥看天田有机农场，他很希望有年轻人愿意务农。十三公顷要耕作，那为什么会承租这二十三公顷？因为他的一个善心，如果一些的六亲啊这个部分要来这边承租这里的土地去开发，势必就会破坏，所以他不愿意看到这么好的环境呢被破坏。如何来经营有机农场？好，农场不是只有耕作而已，而且是要管理的，是要管理。吃过山竹吗？山卖给我们批发。哎，对，照拍多一点。说今天可以来采毛豆，这个要问一下看郭大哥的。他不是老哥。啊，他说还要有一段时间呢、啊，但是我看起来是应该是好了。六十天到九，三十天到六十天就是毛豆，六十到九十，哎，是黄豆。就是一个平，五趴了。现在为了，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点低估了。最适合了吧？好乖哦！碰到最近的都在这边门。错低了。恭喜我们！我来跳皮带，对不对？比较漂亮。那边？那边上去。是哦。哎，这水质看起来还不错哦。有东西哦。问我，他问我，问我。我要去外山顶洲。这个是有限的。特别我来这里，先拍一下。来，怎么的？没人要理我。